河南洛阳孟津县人，因2004年被张丽二人劫路毒打，造成严重残疾，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案发新安县，而孟津县为了压制打击我毒战警，将我拘留四次，连续拘留四次，并从2008年到2010年劳教两年三个月，两次劳教两年三个月。我为了解决我这问题，从一切都是正常而上访，从没提防过。所以我就是提防拘留劳教，就这样，我从没感到。从没感到，就是说给这腐败放到眼里，一直给他做斗争下去，为了我个人这个问题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好。本安乡本安村人，1986年由于公安干部和监管执行犯合办的企业中工商赚取优弊，治疗中法官强行把我拉出医院，扔在了板楼，中断了我的治疗，死后判决我各项费用380块钱，包括我的伤前工资467元，截止到现在也没有给我执行。我是88年开始来北京上访，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违过违规违纪，就是一个正常的上访。2006年在我上访回去之后，洛阳以人身侵害把原有的判决以人身撤销，以人身侵害发回重审，判了50000块钱，又不给我执行。2008年3月31日，在北京南站，我去往信访局的楼头中，将我骗回，以解决问题将我骗回，拉回去，给我劳教1年。2009年，在开阳桥下。宜川法院法官又将我8个法官将我拖上车内，拖起塞到车内，拉回去劳教1年3个月。截至目前，法院彻判26年，终审判决4个，没有给我一个正式的结果，没有一个完整的答复。在这26年中，我没有停止对腐败的抗争，我维护国家的法律，以我的生命来抗争到底，保护国家的法律的尊严。被人抢劫，连占我摊位，女过后被抢劫，妻子被绑架，女儿第7天还被害死不明，因地方公安对我打击报复，不让上访，不要上访。2002年。一马路或郑州市火车站一马路派出所，给我老婆孩子拉到黄河，要扔黄河喂鱼。我们来北京上访，就地方给我们强行拉回家。拉黄河，我们要来北京上访，给我们绑架回家，给我们两口子关到拘留所，拘留所要给我们摊位，叫我们干8年不收费算。我们不愿意要对我们劳教一辈子。经常对我们毒打，公安机关处理有摊位证明，叫我干8年不收费，然后就是公安机关处理摊位证明，叫我干8年不收费，盖了一马路办事处的章。我们不愿意当天要给我们两口子劳教一辈子，我们没法了，无法同意了。我们同意了，就把摊位他们要干8年，把人给我们亲戚朋友全部逮起来，判刑的、劳教的，给我们两口子都打残疾。我们都是好胳膊好腿的，都给我们打残疾，我们都有二人都有残疾证明，是吧？经常打我们，我们都有医院诊断证明，砸我们的摊位，不叫我们干，我们这都有照片，到时黑社会打我们，就哪一次打我们的都有医院诊断证明，都有这个病历上医院看的证明，这都是公安机关对我们的打的无数多次，凡是。还给我们判刑劳教，这诊断证明哪一次打的都有，看这都有这诊断证明，眼给我打残，眼看不见，这你双眼看不见，我媳妇弄的双眼看不见，公安机关还给我们关精神病院，公安机关是我们的监护人，公安机关是我们盖的章，不让我们
不让我们出院，我们关精神病院，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，这有住院证、住院证明都有，对吧？说喉咙打伤，我们这都有手续。这进货的人证人证言抢我们的货物都有，对吧？证人证言，我们啥手续都有。这都没法了，这边我们这上访的证据，这边我们判刑判决书都有，判刑几次，就是公安机关给我打的保证书，叫我们签字，给我们六万块钱，给我们摊位叫我干八年不收费，这边这是第一给六万块钱，第二就给个摊位啊，给孩子立案，孩子来没给立案，摊位来没叫干吧，来没有叫干八年，我们不签字，当下都要老叫我们，这是我们两口子签的字，公安机关来没签字，这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给我老婆孩子拉到黄河，说是严重危机，还说构不成犯罪，严重危机来没人处理，就是说属于严重危机问题审理，到现在没有处理。我们好好的给我弄家人弄两个残三人残疾，两条人命，到现在无人管问，我都真多。嗯，感谢那个共产党，啊、是不？现在胡锦涛发表铲除腐败，你是怎么看？是坚决想是斗倒腐败，坚决打倒腐败，坚决打倒腐败，坚决斗倒的。啊，我们这十几年了，对吧？我们一次一次的判刑，多人多次判，多次判决书。嗯，啊、爱心爱心人对你多大的温暖？感谢爱心对我的支持。我是河南省汝州市芒山乡人，我是2003年，我们的村买了一个村书记，压着我，我毒死我20头猪，毁过我350多棵树，玉米给我抢收，卖牛给我毒死，猪给我毒死，现在已经被公安一直到现在压制住，不过办，我为了因为他徒弟弟兄两个占了8处地，我用了粉拨他，等于粉拨他，他为了掏煤，等于这都雇佣着黑社会，我们当年的都给我扔到我们跟着大水里头，人家没通着政府，我们老叫着拘留4次，又我们又扔到平顶山看守所里头，又要了70天，已经政府已经也掏钱雇佣乡政府，等于多次的骗。政府已经定了1次1次的，一再到现在不能去执行。我要和腐败已经一直要斗到底。现在门口已经这个打着棚子，已经乡里村里4个人24小时看管着我，多次看管我几年，在看守所里又给我造成个里头走火打骂，已经造成我高血压、心脏病。已经到现在住院推查没人管。那个你现在是对这个腐败分子，我要跟腐败分子斗争到底。嗯，爱心人，爱心人的帮助，我在这里已经有了爱心人的帮助，我要坚决跟腐败斗到底，坚持正义。嗯，好。汝州市紫坊乡长东村，我被2008年3月10号背着王丹妮和李正、李俊红他们。快说你去！被汝州市我们长东村王丹妮、李正、李俊红，他们说2008年3月10号下去为我解决问题，不但不解决问题，故意去勾结，给喊出来，给我脚打拳踢，给我一下打的浑身到现在都是疼的。多些残疾，打成残疾，是不会坐就会跪，光跪光躺。王丹妮就说打你没事，你只要告，跟你儿子整死，跟你弟毁坏，因为准备跟你家拆散，你没有这一个圆满的家。早晚你告，你走在哪里，我们都有钱有人，钱和人都走在哪里，只要你去上访。必须都在拘留你、劳教你、整死你封口，这达到他们的目的了。可是2002年，他们王秋潮来都说，因为胡锦涛、温家宝不让跟你解决问题，让拘留你、劳教你。
王秋超还说，因为公安部和信访局下令不让给解决问题，就是劳教你。因为周永康说，就拘留你、劳教你、整死封口。为此，因为你还投奔英国记者告洋状呢。我说，胡锦涛、温家宝说的，你们给批文拿到；信访局和公安部下令的，你们也给批文拿，你们给我。你们说周永康说的，你们也给批文给我。你们说我投奔英国记者告洋状，你们给这证据，所有证据给我。他不但不给我，他劳教证他也不给我。他到劳教所，他就说，因为这是胡锦涛、温家宝说了，不让给解决问题，让拘留，不是劳教。这那警官说，你跟这胡锦涛、温家宝说的证据拿来，他拿不出来。他说，王秋超说，公安部、信访局下令不让他解决问题，叫劳教。警官说，你跟这。一共劳教你多少次？因为从你开始上访，他念过送劳教所，念送三次呗。嗯，拘留几次？拘留三次。嗯，非法就是软禁多次。光搁这和这北京的说当地开的和监狱，住了一个三个月，住了一个四个月，住了一个多月，就走现在我永远都不相信这和监狱。现在我们那个全是派的黑社会在这里接访，李国顺是公安局的科长，从来他没有接过访，赵世晓是信访局的，从来他也没有接过访，全是黑社会，接着都给堵着嘴巴，他都给上车里边塞，坐底下塞，就说准备整死你封口。这次他们又是派的黑社会接我，六个黑社会在酒精庄强行给我抬到车上，塞进车座，给我弄回家。我们乡里的那个警官就说，你不要骂了好吧。我说为什么不骂？你对腐败怎么看？别紧，我说为什么我不骂，因为你们现在又是黑社会绑架回来，我就要骂。因为我们花了2500，政府花了2500，我说你们花多少钱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跟你们的腐败坚决到底，永远铲除你们腐败，要着法律增援，要着法律法规，永远我们要讨回法律，讨回正义，讨回公道，永远我们都要圆满的家。你们都有圆满家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圆满的家？嗯，好，他一直说话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嗯，好，对，好好保重身体啊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血债要用血来还，他们吃进去要吐出来，要叫他还，对不对？好，要有好的身体才能斗嘴。对，谢谢。哎，咱们也过新年啊！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哎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啊，大姐。12月23号，接到我们街道里面来个通知，叫我去开听证会，应该是个好事，让我们说话的机会。可是他限制我只能给两个，我和一个委托代理人两个。我就把我们那个信访条例我给他看了，开听证会应该是公开公平的，应该有媒体、律师，有群众，有我的家属，有一系列的人公开的那个会议上给我说话，我就会去的。可是他那样子制约了呢，就把自己的一个规定就封死了。所以呢，面对着我们那地方的黑监狱和黑的那些那一系列的做法，他们要完成对我的一个信访指标的一个终止。他们既然要这样做，我就不上他那个套。我已经发出去省委市委各个部门，我发了10封信，我就把我的事情说了。因为在家里我晚上都睡不安逸，他们就会来找我，拘留了都不受理不立案。整个已经那么多天过去了，根本在我们身上没有法律两个字。我是江苏苏州这么一个好的地方，都是那样子腐败，都是那样子对我们访民，所以我就26号就赶出来了。在这个葛洲会这个地方，我们原来是救济人家，我们带了好多好多衣服过来了，现在我们自己也落难了。今天我吃的就是这个大家爱心的米，睡的就是葛智慧提供的一线地方，这个样子。今天看到他发出去那么多东西，我们很感动，那么多人都感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只有访民关注访民才是我们的出路。
访民帮访民，访民关注访民。